这一期讲解的姓氏是吴姓。吴姓是汉族姓氏之一，在百家姓中排行第六位，是当今中国大陆第九大姓。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对中国大陆户籍管理部门的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的统计数据显示，吴姓是第十大姓。在做自我介绍时，通常会将吴称作口天吴，但实际上吴字的下方并非天。近代将其书写成现今的样子。来源，关于吴姓的来源主要有四种：上古时已有吴姓，一是舜的后代有封在禹的，丁禹与吴婴相近，故舜后有吴姓；一是炎帝时有吴权，其后亦有吴氏；一是少康帝时有神箭手吴贺，其后有吴姓。出自姬姓，以国为氏，是皇帝轩辕氏的直系后裔。商时，皇帝的十二世孙古公胆父周太王建立了周部落。太王有三子，其中小儿子季历颇有才干，生子姬昌。姬昌出世时有圣瑞出现，所以太王就主意姬昌接位。太王的大儿子太伯和二儿子仲雍知道了父王的意思是先传位给季历，再传位给姬昌，就决定自动让贤，便一起南下荆蛮。周人敌视楚国的称呼，太伯和仲雍给当时比较落后的江南带去了中原先进的文化，被当地土著推举为军长，号称巨吴。太伯死后由仲雍继位，周武王姬昌为文王，其子姬发为武王灭商后，仲雍的三世孙周章为诸侯，国号改称吴，并追封太伯为吴伯。至仲雍的第十九世孙寿梦称王，建都今江苏吴县。寿梦的第四子季札本该继承王位，但他避而不受，逃到炎陵以耕田为生。此后吴王寿梦的后裔分为两支，一支在政治上发展，出现了吴王阖闾、吴王夫差等著名国君；另一支则是季札及其后裔独立发展，人丁繁衍众多，构成了当今吴姓的绝大部分。吴国被越国所灭后，其子孙便以国为氏，称吴氏。颛顼帝时有吴回，吴回成为南方祝融部落的首领后，吴氏族不断发展壮大，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或者名字汉译后所产生，如苗族、锡伯族、柯尔克孜族、朝鲜族、赫哲族等均有为吴姓者。魏晋至隋唐的700多年里，吴姓得到巨大发展。宋朝时，全国吴姓有约170万人，是当时的第八大姓。元明时期，吴姓人开始移民东南亚，菲律宾的吴姓华人主要来自福建沿海地区，也有广东、台湾的吴姓人。据有关资料显示，19世纪末期，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有50000多华侨华人，吴姓人口排在第七位。2015年，吴姓在朝鲜位于前20大姓之列。2014年，百家姓排名吴姓排名第八位。大陆吴姓人口3300多万，吴姓国外主要分布在朝鲜、越南、缅甸、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全球吴姓总人口在7000多万左右。日本王室亦是吴王夫差之后，根据魏略、晋书、梁书、北史、陆史等史料记载，汉、魏至隋唐时，日本倭王曾多次派遣使者朝拜中华王朝，并郑重表明日本王室是吴太伯的后裔。民国吴佩孚也曾说过，他和日本皇室是同宗共族，也是裕仁天皇的长辈。历史名人吴太伯，一座太伯。
姬姓，是周部落首领古公胆父及周太王长子，为陕西岐山周原人。因为太王第三子季历的儿子昌有盛瑞，所以太王希望以季历为继承人，然后传位给昌。于是作为季历的兄弟，泰伯与仲雍不忍发生王位争夺，而同璧居今无锡东南60里之梅里，纹身断发，已是不可用。吴道玄，约685年到758年唐代著名画家，被后人奉为画圣，其画线条遒劲雄放，变化丰富，一变古来沿袭的高古游丝描的细笔，发展了线描的艺术方法，故表现出来的物象富有运动感、节奏感，被人们称为吴代当风。吴涛，约979年到1036年，北宋时期的医生，现为中国闽南、潮汕地区及台湾、东南亚华人所信奉的医神，被尊称为保生大帝吴起。战国时代名将吴广，秦末起义军领袖，建立张楚吴义。三国时蜀汉将领，穆皇后吴氏，吴义的妹妹。原先吴义是刘璋的时候，他给刘璋做了儿媳，后来刘备打入成都，便把他拿来做了自己的老婆。刘备称帝后，吴氏被册封为皇后，孙破虏吴夫人，江东孙氏政权的开创者孙坚的原配妻子，三国之一吴国的奠基者孙策和建国者孙权的亲生母亲。吴承恩，明代章回小说名著《西游记》作者吴三桂，明朝将领，降清后被封为三藩之一的平西王吴敬子，清代人，以小说《儒林外史》而著称的杰出讽刺作家。吴沃尧，清代著名小说家，著有《20年目睹之怪现状》。吴昌硕，清代著名的篆刻家、书画家、工师，善书法，尤精篆刻。吴奇俊，清代著名政治家、科学家，著有被誉为19世纪中国重要的植物学著作《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和《植物名实图考38卷》。吴佩孚，民国初年最具实力的北洋军阀之一。吴权，越南吴朝开国君主。吴廷琰，南越第一任总统，文人独裁者。现代名人政治界，吴敦义，现任国民党主席，前中华民国副总统，前国民党秘书长，前国民党及立法委员，前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前南投县县长，前高雄市市长吴邦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官正，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书记吴伯雄，前中国国民党党主席、演艺界吴宗宪，台湾综艺节目男主持人吴奇隆，台湾演唱团体小虎队成员，演员吴克群，台湾歌手吴佩慈，台湾演员吴建豪，台湾艺人团体 F 四成员吴宇森，香港导演吴君如，香港演员吴孟达，香港演员吴京，中国大陆武打演员吴亦凡，原名李嘉恒，后更名吴亦凡，前韩国偶像团体 EXO 成员之一吴镇宇，香港演员，前名吴志强吴彦祖，香港演员。周姓的讲解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感觉还不错的话，记得订阅分享哦。